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麦茶老师，This is your boy Chinese boy Maxi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百合。小百合，今天我们要做一个 reaction video，因为 OK。有网友推荐我们看《The Raid 2》，一个印度尼西亚的一个 The fighting Raid 2。对啊，是一个功夫片。嗯、哇，我最喜欢功夫了，吼吼吼，嘿，嘿嘿嘿嘿。八。听着声音感觉挺恐怖。有点恐怖。嗯。在跳舞。嗯传统服饰，他们印度尼西亚服饰的，感觉要开始打架了。对。对啊，感觉这个。好像这个女的要做些什么是吧？要打架对。那在做准备。是舞狮吗？感觉有点像舞狮，然后这个人要拿着那个棍子冲入人群中。他、是个外国人，看不清楚。干嘛？一个电话。这个剧情蛮吸引人的，很想去看。自拍一下啊，不是自拍。他在找一个人，好像被他找到了，是吧？对，这个人。对。杀了他！哇哇！真的拿了两个榔头，榔头啊！好恐怖啊！就在那个火车上。对啊，两个 hammer。干嘛？不敢看，他们杀人了。我靠，那些人，其他乘客就这么无视了吗？对啊，大家都不管他。哇，这人也要来。这人也要来哦。有一种被附身的感觉。这芦苇地这个。稻田为什么他一直会出现？可能就是意思就是他一直在。哇！好恐怖，这是恐怖片吗？突然血洒出来，吓死了！他有埋伏的。这么多人保护他吗？对，应该是。这一打十，我靠！大家跑的也太快了。这个人要去杀人吗？这个人要去杀人。哎。哇。打架就感觉有一种像日本那种热血高校那种感觉，哇，打得老疼了，这个我感觉，哇，我不想看，很恐怖，他拿着榔头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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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血腥啊。这个片子小孩不能看，太恐怖了。他们肯定要去杀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吧？哇，这是老疼了，我感觉，我靠！他又往上走了。对。就是在不同的场地，他们就是一批人在杀，就是不一样的人，是吧？嗯，拼命的跑，太可怕了，身上还插了一把刀，感觉。哇，要把他活埋啊！天，好恐怖！这些人是黑帮吗？应该是吧。另外一个人就拎着那个棒球棒。这两个人在谈生意，好像被他看到。但这人看起来不像是打手，有没有 ？Mercy。哎呀，不想看了，他肯定要把他弄死啊！哇，哇，这个太血腥了，我感觉我也不想干了。没有。没有。
我也不想看，太血腥了，我感觉这个片儿。这片儿跟恐怖片一样，一直在杀人。啊，老疼了，我感觉这个我。我都不敢睁开眼睛。他是不是想把这个棒球打过去把人打死？这片子已经完全不用言语来说话了，就直接整个动作就知道他在干嘛。他们都没有发现这里有个人吗？哇，是不是直接死掉了？对呀、啊、哇，还有一个人，天哪。哦、啊，没有，打到脊椎骨了。哦，好吧，第一个人死掉了。活埋了我，没有，就是给埋掉了。哎呦！哇，别吓我！我靠，这女的太猛了。这女的像被鬼上身一样。嗯，为什么要杀她？莫名其妙。是不是他想要他手上的东西啊？感觉肯定杀了他了。哦。我、这个打仗有点像比中国打的猛多了。哎、这已经有点像生化危机的感觉。对啊、你看他去拿一个什么东西？棒球。是把他活活打死了吗？对。哇，看完这个你有什么感觉？我感觉这个。不太敢看这个片子。对，我也不太敢看。有点害怕。我感觉太血腥了，看完这个，哇。对，这个是其实是有点恐怖。有点恐怖，虽然打得很精彩，但是。嗯、就是如果你胆子很大的话，你可以。对，胆子很大的话可以看，但是。嗯，还有点害怕。哎呀，不太看，不要看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 reaction。Hope you guys enjoy our reaction video. Please subscribe my channel, alright man? Subscribe. See ya guys!